来，我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这相等，求 x 等于 y。其实哦，这题怎么算？麻烦你先把这两相等，把交叉相乘，得到一个事实。再利用这边两相等，交叉相乘，得到一个事实。好，现在就有 x、y 两个未知数，好不好？你这边交叉相乘一个事实，交叉一个相乘一个事实，可以得到两个条件。这时候两个条件联立，就可以把谁把 s y 算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第一件事情，你先把这边交叉相乘，2 y 会等于几？ 2 s 减 y， 这样行不行？好不好？把它交叉相乘， 2 y 会等于2 s 减 y， 这边交叉相乘多少事情？ 6 s 减3 y 会得到2 s 减几？减 2， 这样行不行？好，麻烦你把它整理一下。把2 y 移过去是几 y？ 3 y， 所以得到2 s 减3 y 等于零。把这移过去，4 s 减3 y 等于几？负二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麻烦你一件事情，把它抓起来，联立求起 s y， 相减没掉， 2 s 等于负二，所以说 x 就是几？负一。x 负一带进去，二乘负一，负二。一块是几？二，负三 y 等于二，所以 y 就是几？负的三分之二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把这题把它看一下 ，OK。